QTR 聖戦。ご覧の番組は静かカロン。七海八極拳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今天天气很晴朗，然后我们要去哪里？金店。哦，找一个粉丝啊，我们的一个观众，他说他自己开一个改装厂，反正其实我也还没看过，等一下我们去看。然后他说要帮我们做一支方向盘，然后他在这 Focus 到底要花钱花到什么地步？哎，其实影片上有人问我多少钱呢？我说我还不知道我要赔多少，要怎么办？结果还在花，还没花完，哦，我昏头啊！因为观众看到我在里面嫌阿呆用这个套子很丑，他就说他要帮我们处理一支方向盘，我们就去给他看一下他方向盘处理起来是什么样子，好啊，顺便去看一下店长什么样子，有没有合作的机会？我干，哎。山间小路呢，这路也太小条了吧，你拍一下，哇，有没有看到，我觉得我来到一个不一样的国家，哎，这我真的没来过，吃到四十几岁没有走过这条路，有来过碧潭没有这么深路过，哇，你看这看起来像不像苏花，哎，还有落石的标志，哇，哎，我们好像出来旅游呢，在200公尺这边有东西吗？冠名版神吗？冠名版神很有名啊，他开很久了呢。好了，到了，我们下去看一下吧。车有装了半年了，然后在这边可以看一下，啊，可以握看看。他那个握把处他都有做，你要人坐上去双。不用了，比阿呆那个烂方向盘好多了。他什么烂货？人家仪表板跟我们一样。哎，真的哎，酷哦。还有多一个中间的那个萤幕。哎，对啊，哎，人萤幕，人家液晶显示幕，看一下，液晶显示屏好不好？你说都弄 focus 哦？对，我是专门做 focus 居多。啊，所以你自己也有做板烤吗？板烤的师傅跟老板都在前面的，就冠名了。我年轻的时候就有了，真的啦。那我年轻的时候，常他们会赞助比赛会贴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现在他们应该还有那种工艺吧，就是玻璃纤维去粘去修。现在越来越少人做了，啊。对，他老板他有一台货车，他是你上的那种后车厢的那种货车，他前面大包是装速霸路的。哦，有，我好像看过，哦。对对对对，他的招牌就是这样。对，最近很流行那个垃圾车喷速霸路的颜色，你有没有看过？方向盘先处理啊。啊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啊。你喷这个形出来，我冇会使用漆。啊，你讲冇这种漆哦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这只喷起来会什么颜色？你要什么颜色，我冇会使。是哦，伊是接电的哦。对对对。我讲这厉害，啊，就跟冷光的艺术相关了。嘿嘿嘿。啊，无你即马伊个光伊这有时效嘛，这无啊。伊这是过电的哦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这电在会通电呐。这是涂料。哦，这是涂料，涂料可以过电。哎，这很屌哎，涂料可以过电哎。然后就亮。对啊。这么帅。我还遥控的，对啊对啊，啊这会跟着音响走啊。啊，我知我知，伊那喷的车的话，有几台喷啊呢？就是价钱贵，那一般我们建议都是条纹呐，是吧？啊，后视镜啊，哪边啊？啊，比如说你的 logo 啦，啊哈哈哈，不要整台喷。漆呢？不是，它这个重点，它不是贴片，它是漆。是漆，可以摸，它是平的。漆还可以导电，它这个是平的呢。它没有颗粒哦。对，它是平的，它不是贴上去的呢。这蓝光嘛，啊，这就荧光。一般的锂电小小颗，这是我们自己在用啦，可以很小。我知，我忘唔看，起码我这种导电的铲子真厉害耶。有许个时代那真进步啊。这个考证的车很帅。很帅。哎，无人挑战几台车喷呢？较少了，引擎盖或者是。我之前有喷啊，大概快整了。它如果白天的时候会是什么颜色？它白天就是现在你看的这样子。你那譬如说假设你整台喷就是你是都整台白白安尼，白雾白雾安尼。不过你喷精油嘛是亮面的，从亮来亮面。哦嘛哦，精油个好起里头啊哦，干这太屌了。那这些就是我在试做的贴纸，这是之前人家中南部的一个脚踏车的车厂，对，他寄这个样品，就是碳纤维的，对，一样，他们想要类似这样做，他这个主要帮他喷漆上去，它可以切换任何。那就是我们后来研发的，把它做成像贴纸。贴纸就有点类似冷光贴片的感觉，哦。对，看到冷光贴片，它没有办法做彩色，我没有办法做到彩色。哦，我懂意思。你看不看到冷光贴片，它就是单纯的蓝色或是绿色。对，它没有办法变彩色。对，我们是可以做彩色。哦。
这是我去日本取得这个技术。这个葡萄最早是在欧美那边，但是我越比较近，离日本比较近，我去日本学这个技术。耶，猜好了，快吧，十分钟搞定。哎，怎么称呼？我姓詹，小叶，他们都叫我小叶。看那姓詹叫小叶是什么意思？因为都是夜生活。真的吗？对，就这样。为什么半夜才弄车这样？有时候搞车搞到很晚。搞车是要怎么搞？搞排气管，怎么的？哎、啊，当初怎么会想要找我们？因为刚好我本身是开二代的车主，然后我很喜欢 Focus 二代的这款车。哦，是哦。刚好在YouTube 上面有看到你们在刚好要整理这台车，啊，又刚好看到小师哥做方向盘这个缺点。对啊，每天在握的方向盘不先弄，啊，我靠，永哥那样来中不爱开，现在年轻人就只看外表。啊，那方向盘我们拆掉以后是怎样？回去自己做吗？还是交给工厂去做？那我们是直接给工厂做，在北部吗？在南部。哦，所以你要变要记下去，然后用还要记上。对对 对。哦，所以要一段时间。像你这边啊，你除了方向盘以外，你还有做哪一些业务？基本上我都是以 Focus 为主，然后这样是改装的套件、外观套件，或者是进气方面的东西，让节气门加大，或是烤耳一些动力，换高耳动力方面。哦，哎，所以在要得到很多这个二代的资讯，可以从小叶这边。我本身有虾皮的卖场，是 FB 什么社团都有。那到时候我们再把资讯哦放在下面。哎，这如果你刚好是开二代的观众朋友，有没有？你就可以加入。我觉得社团有时候有好处，好处就是说发生什么问题，哎，大家可以互相支援，哎，哪里修便宜，好，这个去谁那里弄比较划算，对不对？这上面就可以得到解答。也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啊，对不对？搞不好你看那个一有机会，不要说那方向盘多少钱，我们的车子来烤漆，对啊，这金额应该也是超过方向盘很多吧。大家本来想说来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拍个片就好了，结果拉花个10万回去，怎么受得了？到时候啊，请他再上我们优惠一点，好不好？到时候我们就等那个方向盘好，我用想象的就知道那个一定很帅了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泰山的野马就逊掉了。哎，他方向盘没改，对不对？烂死了！妈，你们这么喜欢套套子啊？套套子到底有什么那种不环保的东西？像我都不用套子的。嗯，那这个我们就等到时候回来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。QTR 聖戦、ご覧の番組は静かカロン、七海八極拳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你先拍我哦，对，是要拍我。难道要拍我？没有啊，没有很常被拍啊，我不习惯啊，最近只有我一个人欸，小时有事要忙，我只能自己去了。我要去换那个我的方向盘。等一下，先介绍一下，现在拿摄影师机的是新的剪接师 Polo。对，我是阿呆的徒弟。不是徒弟，我没有资格教人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要干嘛？一个月了吧。有个粉丝说要赞助我这个 Focus 的方向盘，然后这一支是他那时候拆掉了嘛，这支是他先借我顶着用的。那是要换什么款式？他说有卡泵，然后麂皮，然后平把。听到卡泵平把就湿一半了，湿一半眼眶，太感动，太感动。以下开放糖果爸爸妈妈们，让我也有一个方向盘可以装在 GT 125上面。你那个要去别的频道，可能要去找克里夫山。他其实方向盘上礼拜就好了，只是我上礼拜太忙了，嗯，没有时间去。不然其实这一支我真的是用不习惯，因为它很滑，太细了。它没有，它其实它这个其实还不错啊。我旧的那只是裂掉嘛，所以我才会套一个那个方向盘套。嗯，方向盘套下去然后变粗了，可是我已经习惯那个粗度了。这个好细哦，真的是用不习惯。他有发照片给我，还蛮帅的。然后我有请他在中间加蓝线，我以为是在中间加黑人标志，那应该加在 logo 这边吧？很不错，这一台还有循迹防滑。对啊，他有循迹防滑，但是好的是好的，是坏的我是不知道。那你可以让泰山测试一下。那一台修好了吗？小红没有要修了，他就摆在那边当展示品了。我不是在那个吗？虾皮吗？我不是跟卖家在用那个私讯。聊天，有人假日特地来我们公司做到朝圣，他是礼拜天哦，我们工作没人，然后他就发一张这台车的照片给我，他就跟我说他要来，然后他再发一张泰山的照片，那个小红的照片给我。所以现在大家来小狮汽车都要朝圣那个红杆站跟小红，跟泰山的小红，其实真的很有心欸。我是不知道他外面做一支多少钱啊，但是他好像是请工厂代工的。
他是把我原本的拔走，然后寄到好像是高雄的工厂做，哇，然后再寄回来这样。那说不定你今天去换了之后，粉丝又说要赞助你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这台车还有什么可以用，赞助我别台车好了，我要换一台。哎、欸，这个方向盘真的是没想到会有这么要想要赞助，无心插柳，无心插柳什么？柳橙汁。那么弱哎，没听过。毕恭毕敬，毕恭毕敬，毕书尽。你是不是忘了？谁没有敬？我啊，粉丝同根生，相煎牛小排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3.14159。鸠占鹊巢。你先回答我问题。我不知道。想一下，你想一下。柠檬红茶。我讲完了。那等下问你书都读去哪？然后都记这些东西。我要记这些有什么？说啊，对对，怎样可以拿来当节目效果？没有啊，大家都说我很无聊，我是真的很无聊啊。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像这样子的个人秀啊，对不对？就我适合一枝独秀。惊天动地30秒，阿呆请预备。我现在不行啊，很多人都问我说，我是这台是不是我要买？但是我只是觉得说，我也才。刚23岁算刚毕业吧，可以吧？算了算了，刚毕业，然后总是要先存点钱的吧。是的，是的。他车这个东西又不是每天都用得到，我就偶尔回回桃园的时候看一下车，而且你买了在这边也没地方停，所以我觉得年轻人还是要思考吧。有些年轻人很冲动，看到喜欢就买了。C300马三就给他买下去了。马三，你在讲谁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好像觉得你在讲谁啊？哦，更不要说是魏福了。没有啦，每个人的那个花钱的观念本身不一样。对对。啊，我是比较保守一点的。其实只要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，没有不可以。对啊，所以我不会阻止别人说要买车或什么的。比较喜欢留一点钱在身上。那看来我跟阿呆是属于这个理财型的社会新鲜的，还是只是因为刚毕业所以没有钱？根本不是理财型，我真的不是理财型。他控制住自己，不能乱花钱的。你什么星座？水瓶座。你水瓶座？你水瓶座？你跟泰山一样哎、欸，但是怎么感觉你跟泰山差有点多？没有，我是训练过的水瓶座。还是你只是年轻一点的水瓶座？是年轻很多，相差20年的社会还是有差的。就是泰山经过这20年被社会摧残，待过20年之后，就跟泰山那样子体验过。人生疾苦，险恶。反正这个东西，人生就是这样嘛。努力不一定会让你成功啊，但是不努力会更轻松。我又讲了一个，把脑中的对联都记完了。果然是影视设计科的，形容词特别多。影视设计科不用念这个啊。好，我们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好、哦，不知不觉啦，离赛也快到了。好，你走这个山路。哦，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想说，哇靠，也太偏僻了吧！我们以为会在比较大一点的地方。好，到了，来看一下前面，这就是我们的小叶哥，赞助我方向盘的粉丝朋友。好，我们下车跟他打一下招呼吧。Hello， 哎，我帮你移一下车子好了。有没有好听的吧？出来之后就不一样了。我跟你讲。我今天要出来，我还特别，你们还没来上班之前呢、啊，我把车洗干净，难怪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哦，和我昨天看到不太一样，因为实在是太久没开了，你知道吗？连胎压都不够，他说那胎压看起来太扁了，所以要打一下。他说既然都打了，那就来洗车吧，一样要先断电吧，对，对，可以。好，兴奋吗？阿呆，兴奋啊，期待，很期待看到成品。那我会想割我的期待吗？老梗了。哦，开起来了。这是之前的气囊。气囊原本的沿用原本的。然后你要拆吗？我拆吗？跟拆礼物一样。我很优秀的拆，还是很暴力的拆。这个东西应该是不会去割到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全部都是用卡蒙下去做，一层一层包。啊，如果有其他车款想要做，也可以。对，其他车款也有，也可以找你们做。对对对对。哇，哎，很帅。
跟照片看起来差很多啦，食品超帅的，对，你看帅拼吧。所以他在做的时候啊，他是连材质都可以刻制，是不是？对，材质皮套，你这边可以换成那个像鸡皮的那种 的那種也可以、嗯、啊，造型一样是用这个塑形啊，或者是这边不要做卡蹦的也可以，嗯，就是整只都是鸡皮的，或是整只都是皮套的也可以，皮套的也可以、嗯、对，然后下面的话就看你们要切还是不切，其实削平的话会比较好开，做完之后会比原本的方向盘再小一点，幅度会缩小一点。有没有人找你们做上面下面都平的？欸，目前没有，目前没有，对，没有。想说现在特斯拉不是有出吗？特斯拉他们有，他们有出啦。这方向盘装了之后啊，我觉得椅子好像也该弄一弄。是想要弄全部都卡缝吗？好像要换一下比较配哦。那这样是不是老板又要喷漆啊？说不行了，这车再弄下去要亏钱的。不是已经亏了？老师已经亏了哦。那这台车之后阿呆就要买。啊，不是吧，你不要用镜头威胁我哦，你不要用网友的力量哦，我是不会被你们勒索的。震撼我上次换科比的车。哎，这就是国产车跟进口车的差别了，差超多了。哇，高潮了。哎，怎么帅成这样，好帅哦，哇塞哇塞，质感大要进的。好，这次谢谢小叶哥嘛，感谢小叶哥赞助我一支方向盘，然后如果大家有需要方向盘也可以找他，虾皮卖场，对，虾皮的卖场，还有经营 FB 社团，社团虾皮的卖场跟社团，有需要都可以找他。那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方向盘真的很漂亮，等一下我回去再握握看到底握起来如何。装好了，在这边有凹槽，刚好可以卡这大拇指。哇，很贴心哎，整个帅度提升。哎、欸，好握哎，粗度还可以接受吧？粗度可以。我看到这个平把就很爽了，就只差换挡拨片，不用换挡拨片，这什么年代的车不用换挡拨片，这车换挡那么慢，换挡快慢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乐趣。对，那你就贴两片在那边，假装自己有就好了，叫科比踩两块，然后用那个随便的粘一粘嘛，他假装有就好了，抚慰一下你的心灵。我跟你讲，就跟我有时候会，我开车嘛，这个没有自动头灯，嗯，现在车不是都有自动头灯啊？它不是进隧道大概一两秒会开大灯，我会假装自己有自动头灯，我会先关着，然后进去，哦，一秒两秒打开，哦，然后后面的人就会觉得 哦，你有自动头灯，哦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我很无聊吧？我想最高兴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跟前面的车同时一起这样，就表示我秒数算对了。好，而且它这个有个细节哦，这个地方。上圆吗、啊？它不是做全圆的，有凹槽的嘞，可以放手指头的嘞。做这个方向盘的老板肯定也是双鱼座，双鱼座就是这么的体贴。好的方向盘的体验也会影响行车安全。对啊，就像他拿给我那只顶替的，就是太滑溜了，很容易滑手，很容易滑掉。对，回转的时候滑掉就不得了，会这样咻。这有些方向盘套啊，它是流手汗会粘手，这个就比较不会。所以等一下开回去之后，整只方向盘都湿的。没有啊，不应该是不会，它这个蛮透气的，应该不会粘啊。那如果这一支影片出来之后回响不错，还会有下一支改装的影片吗？换别台了吧？不行啊，我们还欠一堆车还没出来，300Z 也还没出来，还有一台马三吧，马三那个就是我中枪的那台吧。我们还有一台日系，你们不知道。我先偷偷讲，保罗沃克同名款，你还在用？然后是阿呆主持。不会，我那么无聊，谁要听我讲话？哎，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这样，我的个性就不是一个好笑的人。然后我就会觉得，可能有时候拍片啊，拍一拍就觉得没那么好笑啊。嗯。对这些观众朋友不好意思，对老板也很不好意思，就是影片出来的效果也不太好啊，剪出来的效果可能也不好。嗯。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没有幽默的人。没有啊，你有黑色幽默啊。Q 我唱歌是不是？黑色幽默怎么唱？不懂，对吧？原来是你自己想唱。没有没有，我套你套到了哈。我结粉。哎、欸，我也是。哎呦，果然这个粉是同根生，相见牛小白。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什么？我们可以挑一个 key 低一点的唱吗？低一点，低一点。戴着口罩很难唱歌哎、欸。
很久没去唱歌了。铁肺歌王歌后就是从疫情期间诞生的，都戴口罩唱歌啊，然后突然就多很多那个素人歌手这样，然后线上的歌手全部都被打趴了。看我是不是走错路啊？我故光跟你对面，我都没有在看导航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可以确定我走错路了，我们等等见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刚刚绕了一圈，总算是回到了北上的道路了。然后这个方向盘真的是很好握哎，尤其下面这平把这边握，我觉得这样握起来超舒服的。虽然没有钱买 AMG， 对，但是至少有跟 AMG 差不多的方向盘。我之前看中国的那个车评节目，然后中国他们有一个牌子是仿 Porsche 的那个 Macan 的车型，然后他们就把中国的那个牌子的 logo 换掉，换成 Porsche， 看一般路人会不会发现。我们也可以啊，我们 300C 用好，我就把那个标志贴成宾利。哦，我们去看有没有发现。我觉得一定会有的，主要是因为宾利那种车型其实 是少见，通常一般人是不会看到那一种车的，除非是真的有在研究车子的。有没有？这样是不是又可以做一集了？所以阿呆说的是真的，之后真的会有街访。我觉得可以做啊，做一下啊，观众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。搞不好真的哦。镜头勒索我了。没有没有，有用网友来勒索我。所以今天这部影片我也不知道在拍什么，反正就到这边吧。想看我们拍什么街访影片，在我的下面留言让我知道一下。哎呦，小哥哥阿呆，不行，人家长那么帅，我长那么丑。可以啦，好了，我公司来了。QTR 聖戦。ご覧の番組は静かカロン、七海八極拳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好了，这台车终于来到最后阶段，再撑也不是办法了。阿呆，其实上次影片发布以后，有收到很多私讯，都问我这台车要卖多少钱。这台车啊，我目前成本已经20好几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卖多少钱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有PO上去卖。所以这个再放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们就来个198,000好不好？不用看了啦，这个车你要卖20几，谁要跟你买啊？还是你要卖看看？阿呆，你去那个 FB 有没有？对啊，甜甜价，一手女用车，车内还有香香味。到时候人家看车你就穿女装去。好，最后这个我们还是很感谢我们的小叶，怎么好像整台车都帅起来的感觉？我就跟你讲吧，花那么多钱圈那只方向盘，结果花下去怎样？跟着一起赔。不是，我们这个职人就是这样，我们要赔钱卖，也要赔出个高度来。这个是我心目中会喜欢的方向盘。阿呆，那你就继续跟他温存一下了。当初改这个蓝色，刚好跟它里面的也是蓝色，所以形照刚好不用改，这样就一台车大功告成了。我们车不能再放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全面大清仓了。好，影片售出以后，请洽这个粉丝专业，这台车我们就同步上架，解决掉、卖掉、赔掉。喜欢我们影片要记得多分享。导阳的就导赞啊，不是、啊。如果我说导阳的，请按导赞的话，我跟你讲会更多。然后多帮我们分享影片，这个车流量高一点，我们就少赔一点。下次见，拜拜。那我问你啦，现在临时叫你想个笑话，你想得出来？可以。好，讲一个，来啊，讲啊。热狗你知道吗？唱老舍。姚中人。对，热狗如果去买香肠，他会配什么？配什么？对，他会配什么？这是一个谐音梗吗？是的。我想不到，他会配香菜，因为 and sweet hot dog。哇，原来是 and sweet 的部分，可以吧？今天还行，还行吧？还行，远远超过我今天刚所有讲。很专顾，我这边吧。